乐手都就位了，我们掌声欢迎纪晓君。放根本下，没有给我放好，要瞪着我。
不是很好啊，但是，就谅解一下那个不会讲台语的哦。其实我是不是在台上讲台语可能会很好笑，但是我只要是唱台语歌，我是蛮认真的，那个咬字的部分我也很认真。但是再怎么认真呢，还是不标准。好了。这首歌啊，我真的是，有一次是在，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记得哦，就是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那个大肚子，就隔月在金曲奖上面唱了这首歌，然后大家都讲说，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唱这首歌想说我后面有没有救护车，怕那个小孩子在台上生下来，因为我把麦克风拉到的肚脐。所以，于是我的外号叫肚脐歌姬，就这样。好，我在翻课本了。你们不要那么严肃了，我怕。哇，台下有美丽的女子，穿着被男主的服饰，很美丽。你是哪一个村庄的吗？你有听得懂我讲国语吗？我在讲国语，你还是我讲国语还是不标准？哪一个村庄的？哦，你是打马拉告的 哦哪一家的？没有，因为我是打马拉告的媳妇。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没有，其实原住民就是哦。你是我们南王部落的哦，你是哪家的孩子？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哦，我要看人啦，不是要看人，到底有没有翻到了？这个啊，你有吗？在哪里？哦，你给他藏在后面，我不看得到。后面的一直在放那个《亲密火乐园》的，可以原谅我一下吗？后面那个爱不完应该是用那个10块钱投币，有没有？小孩子在做，就一直重复这样，好，不要被影响哈。好，我现在反正我们来到台东，台东我们就是要唱台东人的歌，好不好？唱的话，就跟我一起唱吧。我还记得，我挽着你的手，天冷时候，一起躲在中，那时我们不害怕犯错，那时以为天空多辽阔，朋友都说你后来变真的，总是比天纯真坦白，那时候我尝试着快乐，快乐却不平。
实在难得。这是我的好姐妹阿丽哥哥，她是祝那个成功最会唱歌的漂亮的女生，成功，她很成功。好，好的，你们可不可以喝口水？我要喝水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我的专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第五首歌，也没有关系啦，我知道你们没有买的我的专辑啦， KKBOX 不是都有吗？第五首歌要电话铃，这首歌其实它是很有故事的，它其实它这首歌是在日剧时代还没有光复以前的歌曲，然后马上转到光复以后，那时候日本军就回到日本去，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光复的时候，我们南王部落的姑娘跟那个日本籍的军人呢，他们两个就相爱在一起了，这样子，他们彼此的非常的爱这样。可是有一天呢，光复以后呢，日本人就和日本男朋友就要坐船回去了，这样子。那部落里面就一句电话，就是用咬的，那个电话是用咬的。那谁打电话来，他就是必须要用广播的。然后你等一下几分钟的时候就来到村长或是里长的家，然后等待再次的来电，这样子。然后呢，这位贝纳吉的姑娘就是因为太思念他了，就是爱到一个没有办法呼吸的一种程度。每天呢，就坐在那个村长外面的那个水沟的边边啊，就一直在等等等等等那个等那个男子能够捎电话给他，这样。终于有一天，他打电话来了，可能过了几个礼拜吧，因为船要很久。好，他就接到这个男子的电话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听到彼此熟悉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哭，一直哭，没有办法讲话，然后一直哽咽，一直哽咽。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因为其实我在去台北的时候，就是有经过一些委屈，我打开给我的阿妈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没有办法讲话的人，然后我的阿妈就一直讲说：“你回来，你是不是被欺负？你不要在台北了，你在阿妈身边就好了，不会有人欺负你。”这样，阿妈越讲，然后我就一直哽咽，我没有办法，那个啜泣声是越来越严重的那一种，没有办法讲话。那我就知道这种感情，就是他们是恋爱的情感，他们的彼此的哭泣的声音已经传递他们对彼此的爱跟思念了，从线的这一头摇到线的那一头，告诉你，我对你无尽的这个思念，这样子。所以这首歌曲对我来讲很重要，是，我非常爱我的外婆，就是我的阿嬷，就是。我只要在外面就是干嘛，然后我就会只要打电话给我的阿嬷，我就觉得就很舒服。然后每次回到台东看到我的外婆，我就是一个好像冲过电的那种力量，这样子。这首歌很想念他，我怎么又哭了？好久没有唱这首歌。
念我的母啊，想念我的母啊。我爱月亮，电话铃，谢谢。不好意思，我情绪有点失控。其实，在这首歌，如果有听过这张专辑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其实它的前面跟后面有两个小朋友的声音，大家都以为他是男孩，不是，那是我姐姐七岁，我五岁的声音，就是那时候阿妈就是把你当男孩在养。不是啦，啊、不是，那是阿、啊、那是纪晓雯。就是阿妈去北上工作，然后我们没有办法离开阿妈，因为从小就是很黏阿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阿妈就写信回来说，因为我们家没有电话，那时候他有唯一一台录音机，请我妈妈呢用录音带把我跟姐姐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寄给他。然后呢，我们两个就在讲话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杰恩，他就把，就是他是我的音乐制作两张的哈，这个杰恩舅舅，他就把我跟姐姐的声音把它收录在这首歌里面，他是很好的回忆，然后他也是很像宝藏一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对阿妈的思念这样子。然后姐姐就一直说，小军很懒惰，我叫他拿本机，他不要拿本机。然后后来我就说，阿妈，我想念你在哪里？因为其实我对阿妈这个录，我知道有电话这件事，但是我以为我在讲对这个收音机讲话的时候呢，我以为是电话，所以我就一直问说，为什么阿妈都不讲话？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回答说，哎呀，可能阿妈在晒衣服啦，这样，因为阿妈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人。所以就自问自答，然后阿妈就收到这个录音带的时候，她在北部就无法工作，当天她就搭火车就回来部落，就回来我们的家，然后阿妈就开始做衣服，就在家里做生意这样子，直到阿妈过世都还在老家这样子。那故事是这样子的，好，谢谢大家。这首歌又是一个，或许听得懂台语的人会比较有感触哦。当然我也是啦。那个，有一次我在台北的那个 EZ5 演出的时候呢，就有客人点了这首歌，我说我不会唱，我回去会练。结果回到家练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唱歌呢，我的桌子都是湿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我的阿妈走了我会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想说，我说我没有办法唱这首歌。那有一天我的阿妈走了，我回去奔丧的时候呢，我其实只用五分钟我就会唱这首歌了。这首歌叫《阿嬷以为》，萧煌奇大哥的歌曲。在细汉的时阵，阮阿嬷对阮上好，把上好的物件拢会留给我。伊嘛常常带我去幼稚园，看人咧佚佗。我让你忘。
妆有花掉吗？这不是，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有想要纠正我的台语的人，请举手。没有敢了。你们
可以开心一点吗？不要这样，我很怕。大家身体还好吗？啊，你不要怕我们哦。但是铁花村确诊第一人，我们的学长。现在没有确诊，没有什么无敌星星这件事啊，可能抗体会比较好。那我也确诊大概快一个月了吧。可是我的那个后遗症就是那个喉咙的那个痰就会很像蛋白一直排跑出来这样。然后确诊的时候是那个煮东西的时候，我的老公跟我的女儿说：“妈妈很咸，因为舌头麻麻的，没有味觉了。”其他还好，因为其实我看到人家确诊出来都有变瘦，就变胖啊，这也没差啦，好不好？怎么会没有整理呢？你们都是台东人吗？还是从外地来的？台东人的举手。几个人？外地人的举手。现在你知道有什么你知道吗？有猴痘呢。从国外回来的，我怕你。其实我有做一张照片，很无聊，一张猴子的照片跟豆子的照片，猴痘，好小。台北闷，台北是闷，台东有风。我觉得大家，我常常发现，只要来听我唱歌的人，大都很安静，然后都不要讲话，这样，你们可以跟旁边的聊天、看手机的，我都不会怪你们，可以吗？就是这样子的时候，有点太专心的时候，你们像我是教授还是什么？今天上的课是什么？这样子哈，没有过你们就……我最亮，其实并没有，因为我寂寞。随性哈，好，你们就笑嘛，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怕。其实我是一个长得很大只，但是又很胆小的人。我想象一下就好了。秋意浓。
承诺。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曲，我还有下半场，所以你们上完厕所还是要回来做，不然场面不好看。然后在空很多，这样就我会伤心，好不好？好，这首歌曲呢，我也是要欢迎来到台东的大家，认识了。台东的很多美丽的地方，然后也要保护我们美丽的台东。我是来自南王部落，南王部落叫做普悠玛。好，
好，这首歌是今年舅舅的一首经典名曲，叫做《故乡普悠玛》，献给大家，谢谢。如果我有弹跑出来，你们要给我掌声鼓励哦。还没有啦，不要掌声，还没有。笛声响，即将离别，故乡不忧忙，轻轻挥动着我的手，哦，点点滴滴，串串泪珠，顺着我的脸庞滑落，还是那快乐和想即将离别，故乡不忧忙，轻轻挥动着我的手，点点滴滴串串泪珠，顺着我的脸庞滑落，何时那快乐
的。上半场互相丢吗？结束。下半场跟你回来，先休息一下下。下课，我们中场休息一下。你们会不会太远了？我们难得来到这里。李伟丽，还有谁？那个叫什么了？达巴义、张仲琴、林念祖呢？举手一下。林念祖，给我举手一下。好，还有黄玉璇。张淑芬，你知道张淑芬是谁吗？她是，你不要紧张，我没有讲什么。她是那个大牌和音啊，那个张惠妹哦，旁边的那个和声。你不要唱吗？梅姐的那个侄女，我们都是一家人。然后还有特别坐飞机来，从兰屿来的我的弟弟，啊 ，Mark。然后呢，我记得强强的朋友是不是自己开车下来看我的，然后看完就要回去的那个人，请举手，是你吗？这样我真的很感动哎，其实我都太开心了，就是在现在的这样的时期，我可以看到各位朋友们，好都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听我唱歌。虽然可能你们在台东无聊了，然后顺便知道我在这边唱歌的时候，你们来看我，我也是很感动的，好不好？谢谢你们呢。台东虽然很热，但是有风。台北我住太久了，疫情的关系，我搬回台东了，然后觉得台北我很怀念，因为我从15岁我就到台北去，到去年的10月我搬回来，到现在。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夏天吼，台北真的没有风，就这样，没事啊。接下来这首歌，
痰一直跑上来，但不重要。我们需要聊聊天。黄河，我这个确诊后的喉咙 ，OK， 好，感觉有点白目是，确诊后然后康复说，感觉像臭屁这样，没有了，就代表我的身体很好啦，是不是？我就有抗体啊，我就有抗体，就给他抗。然后现在又有那个喉痘，有没有？很可怕的。因为，哦，你不要怕我，那个本来就有了，那个是肉，那不是那个什么，那叫油啦，长一颗，然后想说，那也是好几年的东西，它不是喉痘。我们大家要健康了，我是希望是。大家都是健康的，我们不要有任何的遗憾。所以呢，大家平常呢吃的东西都要吃什么？维他命 C、维他命 D， 还有多吃青菜。你们知道我要唱什么歌吗？你们听得出来了吗？等我一下哈，就是在哪里？抱歉，大家来台东不会去日本泡。
完备。后面的唱一次。再来一杯。休息室吹电风扇，然后我的朋友说你不会冷哦，我说你要不要站上来就是看那个灯光会不会热，你在海边冲浪那样子，你是有浪哦，有水不会热，你来这边冲浪看看，我们冲灯好不好，冲灯光，这个也会黑，真的好在我有擦防晒。你看，连杰伦都戴帽子了，他怕晒，是不是？来台东就是不要怕晒，可以吗？小鹿舅舅，请你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吗？让我一个有这个蛋白回去的机会。啊，大家好。就这样哦。啊，我说聊聊天。哦，聊聊天哈。嗯。哦，突然要这样讲，要讲什么？你不是很爱聊天吗？没有。我因为最近我还没有确诊，所以说没有什么朋友这样。这种话题很讨厌哦。那我就要讲，我确诊真的是确完了。什么？好啦，大家就是平安健康啦，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啦。我的心是多么的难过，你觉得怎么样？啊，我吐出我什么？有没有？你来，你过来。我们的大歌手来，我们来唱一下。要不要唱一句？不要吗？要哦。台湾族的，好吧，好啦，这首歌没有，我在拖时间，因为我的喉咙该缓和一下，可以吗？有点太赶了，我也不是很会说话，我只是想让大家看着我在舞台上面晒太阳。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是因为一个人，刚我介绍过了，就是因为他那个淑芬小姐，因为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说这首歌怎么会那么好听，她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我就爱上这首歌了，然后我就自己练了这首歌。这首歌应该大家很少听到，因为这个是陈淑桦非常久的一首歌曲，而且它也不是那么的让人家好像会，它也不是那种脍炙人口的歌曲啦。但是它的技巧有点难，就对了。我没有故意要挑战难的，是因为我真的对这首歌是非常的喜欢，所以于是呢，很有感觉的歌，我就想要把它练下来。这首歌叫《失乐园》，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在部落的朋友都应该会听过了，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晓得这首歌。它这个是有年纪的歌啦。我喜欢有年纪的歌。一个人淋着一下遗憾，在夜的城
始重新迷惘，挥霍着仅有的记忆，眼泪因为这再一次情路的孤单，相爱太难，放肆简单，感情要怎么收才不会受伤。听过吗？没有听过，对不对？没有，有。到底有没有？有听过的举手。有。哇。好。接下来这首歌，你们应该也听过。它很简单，但是它很难唱。这个地方哈，我真的是
谢铁花村，也是给我机会在这个地方唱歌这样子，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喜欢分享故事，分享歌声，更喜欢大家来享受音乐，也不见得是我。在铁花村，他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很棒很棒的音乐人，会在这个台上，还有创作的，会在这个地方演出。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台东的话，可以告诉你们的朋友，来台东的时候一定要来铁花村听歌手唱歌，他们都很棒，不是只有有出过专辑的歌手啦就很好听，没有，还有更厉害的，他们是还没有被发现的，可是他们都会在这个地方演出。大家可以鼓励这些音乐人，他们可以把这些他们自己的创作好发扬光大。有太多太多的厉害的歌手在这个地方，谢谢大家。好，这首歌曲献给大家。想念。
时间过得非常快，接下来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带着开心的心、美丽的心情，然后等一下好好的回去睡觉，不要再跑出去了哈。那个知道的，好，我们大家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也要保护别人。大家加油。是什么？这是电动玩具的歌吗？还是I'm not afraid of the dark.
弟 Lugi 鼓手。好，那再来就是小鹿舅舅，还有我们的绝味鸳鸯的阿辉。谢谢我的朋友们，谢谢。晚安，晚安。谢谢我的舅舅 PA， 还有那个曾志伟，还有那个什么陈威。好，谢谢。不用录了。我跟你讲，哇，好好好，那你问哪一位？我 uncle 就是那个后面 PA 那个大哥 ，uncle， 还有这个干的 uncle， 后面也是 uncle， 你要哪一位？我也不是 uncle。好了，哎，真的最后一首了，我真的也没水了，渴了。我的蛋白一直跑出来。好了，最后一首喽，真正的哦。你们站起来嘛，运动一下嘛，我们来健身啊，抗疫，不是我说抗那个疫情，抗疫。好，大家健康。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n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 hambre de tu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ándo. Y has pasado los días.Pasan los días y yo
我们再次掌声谢谢纪晓君带来的精彩演出。那铁花村今晚的演出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